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星光大道，快这样子，报一下名字，报一下名字，徐丽君，我忘我姓郝，我是姚若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姓郝，三十七，好，这是我们班长，对，啊，你好，伯母，哎，我一定要我介绍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他是法官大人。那时候就是怀房盖，不然这边本来你看到这样，哎，两点钟方向就可以看到龟山岛。哦，这个可以盖起来。那边是东边嘛？对，就是其实只是被那一栋挡住了，挡到。这来呀。吃吧。徐丽娟，这个肚子吃，一生要再生出一个肚子来。对啊，一定要吃。等一下，赶快再运动，跳那个带郑多燕的舞，弹跳跳一跳，然后再塞，多燕就把它收了。来来，我们现在讲一下那个旅游世界各国都可以赚钱，对啊，更好想去。没有，人家。西班牙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，所以怎么样？对啊，那个记者，
两位。大家都不用用到就可以吃的，这样。对啊，我们用中式的。想起来吗？想起来吗？我已经还有第二个书花呢，还有两个书。要李书花，李书花，这我们没有什么印象。对，想起来了，李书花。李书花。好，不要啊！来，大家。